由于香港的社会各界都是热切的期盼能到内地，所以昨天这个中央人民政府跟香港特区政府也发出了一个积极正面的信息，就是我们双方的讨论专家的对接都已经得到很好的良好的进展，所以我希望很快我们能真正的为香港的居民带来一个好的消息。从我们特区政府来说，我们更希望到明年二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三周年的时候能比较有规模的通关，让我们能举办一些大型的活动。明年也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所以希望在座的每一位朋友跟我们共同努力制造一个通关的必须的有利的条件。快来订阅通识，按旁边小铃铛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如果有什么想说的，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呀。